诸位同学，我们继续来学习《群书治要》360第一册《君道反身29》，传曰：“与汤罪己，其心也薄焉；桀纣罪人，其亡也忽焉。由是言之，长民治国之本在身。”这个是《政要论》《群书治要》第47卷，《左传》上说：“夏禹、商汤罪责自己啊，就是罪过啊，都是责备自己，因此德行、智慧、能力不断的提升，自然人心凝聚，他们的国家勃然兴盛。夏桀、商纣。”那么有罪过都是怪罪别人啊，都把责任啊推给别人，因此自身过恶不断增长，自然人心离散，他们的国家迅速的灭亡。由此可见，使国家能够长治久安的根本在于君主自身啊，这个君主啊，这个领导人啊，他自己本身啊，就是罪过自己来承担啊，那么反省自己改过啊，因此啊，德行、智慧、能力就不断的向上提升啊，这样啊，人心自然能够凝聚啊，他们国家呢就能够勃然兴盛。那如果反过来呢？啊，那么举出夏桀、商纣啊，那么有罪过都是怪罪别人啊，那自己的过恶啊不能改啊，而且不断的增长，这样啊，全国人心自然离散，他的国家呢很快就灭亡啊。所以，要使一个国家长治久安呐、啊。根本就在于君主，就是这个领导人啊，他自己本身。好，那么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，祝大家福慧增长，法喜充满，阿弥陀佛。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，欢迎订阅频道，开启小铃铛，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，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。